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俊，今天听我们的拳皇零二风云再起207版，时光解说，这一次依然是由震天城队的肖申权，哎，起跳清退拖上一个下盘，下盘亮点没有接住，然后克里斯继续进行一个直跳，闪身之后克里斯清退摸到一个 BC， 哎 ，CD 取消技 ，CD 再来取消技，我们来看 CD 连续取消技，最后怼一个大招顺着上偏，二四连之后看安吉尔怎么办，哎，起跳压制闪身进攻，现在安吉尔是一个半血状态哦。如果防住对手的这个进空对空攻击，就可能实现一个隐藏。哎，轻头压制没有连住，克里斯我估计要发动进攻了，闪身。哎，想抓后抓没有抓住下盘亮点，克汉吉尔给他一个取消技。二连之后对手变身，哎，变身里克里斯啊，一个架招架了过来。好的，这一次是隐藏哦，这是拳皇里面最萌的隐藏了吧？试出来。继续来看下一场，下一场我们来看震天城的雅典娜出场，哎，破破过来一下先闪身，但是还是被投重拳出击，凤凰剑一个架招又架了过来，还是隐藏，这个架招对对手屡试不爽啊！现在肖申权也是不断的用这个隐藏进行打击对手，又一个凤凰剑，但是这一次没能来得及再使用了，继续看下一场吧，下一场看大门，哎，后跳下肩，朝天鸟再进行一波回空，触波进行一个牵制，后后过来弹他一下，重锤压制接 BC，BC 接起一个大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送的上偏，十八连之后雅典娜继续闪身，重锤对手闪出，哎，大门继续一个起跳，又头上浮，想接抓震，震到之后大门继续前跑 BC，BC 以后再掏到反应分身位，雅典娜凤凰剑在顶。反边升龙取消，哎，最后给一个大招结束了，继续看下一场吧，下一场看肖申权最后一个角色啊，雅典娜莉安娜，啊，后跳首先给他一个 CD， 前冲反边对手，哇，隐藏啊，隐藏没有打中，可惜了，现在雅典娜是不断进行出波，哎，落地 BC 也没有连上，现在对着凤凰剑再冲杀出来，凤凰剑再冲一下出波之后，我们来看继续前冲 BC， 摸到 BC 巨闪到背后想抓，没有抓住。莉安娜也是不断向前一波推进，轻手轻脚，压制一下，出波前之后看莉安娜，投他一下，现在还剩一点血，手刀，前冲，起跳，压制闪身，闪身之后，一个相杀，还是不行了。继续看下一局吧，下一局我们来看战天的麦卓。麦卓在前一场的时候也是发挥的特别爆表，现在还剩现在暴走以后只剩一滴滴血结束了，大家喜欢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